现在我们是先收18个庇护性就业加6个一般就业，目前是先收24个，但是我们将来要收到38个。那我们除了这里以外，我们在高雄其他地方还有30个庇护就业，都是属于我们基金会要付薪水、付劳退金。我们光在高雄区照顾的，目前这些他们一年就要有1000多万的经费来支应他们的薪水跟他们的劳退，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我们在地的各位产业园区的。我们今天那个张主任也有来哈，麻烦你哈，我们这个协进会的这个成员，请他们要多多给我们捧场，哦，非常需要。我们全台�湾呢，我们有300多个这样的就业，包括新竹、台南很多地方，台南也有哈。所以呢，我们一年要发给憨儿的薪水是超过5000万，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呢，还好有我们各位的朋友，还有我们的政府单位，很努力的帮我们。很大的忙哦，还有我们的民间，真的都帮了很大的忙，让我们呢基金会真的是可以永续经营。哎，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来给喜憨儿这么多的鼓励，谢谢你们，以后还要继续给我们捧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好，我们欢迎谢谢市长，谢谢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这边，谢谢市长。我想跟我们谈到的工厂是全高雄最大的庇护工厂。那今天我们劳动部的部长也来参与我们的开幕记者会，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徐文春部长到台前跟我们说说话。喜憨儿基金会，我们小董事长哈，是创办人，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我们陈市长。在座哈，有我们关心身心障碍者就业的我们的民意代表哈，我们邱宜萱议员、韩世春议员，还有我们蔡昌达前副议长哈，还有我们在场我们赵天明委员的服务处哈，台副主任，还有我们林代化委员哈的服务处郭主任，还有我们黄天狂议员哈的主任哈，在场所有的贵宾，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回到我的故乡高雄哈，总是感到心情特别轻松哈。尤其今天还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剪彩活动哈，然后我看到很多我的好朋友，所以心情真的心花意了哈。我在这里，我真的要首先哈感谢我们肖董事长所带领的。我们其他的基金会的团队哈，谢谢你们长期以来哈为身心障碍者权益的一个付出跟努力了哈，真的我感到非常钦佩。所以阿春部长也在这里承诺哈，我们劳动部的资源绝对会100%的来支持我们喜憨的人哈。刚刚。我们邱议员问我说：“我今天这么不是中间省的时间，那我时间哪得来哈？”我说：“因为就像刚刚肖董讲的哦，这是喜憨儿第一家自己筹建的，尤其在我们合发这么重要的工业区里面哈，一个庇护工厂哈，那我觉得非常不简单了哈。所以我再忙我都要拨空下来，然后今天而且能够跟陈市长一起来哈，我们中央跟地方一起来支持我们喜憨儿哈。”是我常常到全国各地的庇护工厂去走访。好，那我知道我们其实庇护工厂的一个经营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每个庇护工厂它都要针对身心障碍者给他庇护资源，就业的转型，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服务。如果没有很大的热忱哈，真的是不容易了哈。那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每一个庇护员工他可以独立工作甚至他可以转型到别的职场，我想所有的辛苦
都非常的值得了哈。尤其我们每一个这个庇护的员工，他其实后面也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劳动部也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哈我们的庇护工厂的一个经营哈，真的大家都非常辛苦。那现在全国大概有160家的庇护工厂，那协助大概2051名的庇护员工哈。那我们的喜安乐基金会18家哈，就雇用了224名的庇护员工，超过十分之一了，好，超过十分之一。要给喜安乐基金会一个热烈的掌声哈，他们长期在投入。我们庇护员工的一个就业哈，所以呢，民间叫你怕扁哈，政府也不能怠惰哈，所以劳动部呢每年都会编列预算啊，来补助我们的庇护工厂的筹设、营运、人事费用、租金等等，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编了2.88亿哈。那也跟各位报，今年疫情期间哦，庇护工厂特别辛苦了，所以我们也给每家最高24万的一个纾困补助哈，让各位在租金啊、人事费用上能够有所帮忙哈。那现在已经到振兴了哈，到振兴了，我们也想说啊，我们庇护工厂这么优质的产品，我们爱改行销了哈，所以我们每家也给予最高20万的一个行销的一个补助哈。那就是说，从他的庇护工厂的经营。纾困到振兴，每一个阶段我们中央跟地方都可以一起来帮忙哈。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大家长陈市长哈，他也对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就业非常的重视哦，也非常的支持哈。那现在的振兴阶段，我知道我们市长也是带头哈，有这个加码哈，那所以很多的那个民众啊，或者外地的哈，这个。游客也都会到高雄来消费哈，那我们劳动部啊也针对庇护工厂哈，马吉阿对点卡波啦，所以我们也支持哈这个振兴，就是说你只要来采购我们庇护工厂的产品，我们就加码50哈，这个也不用抽什么券，通通不用哈，你只要买了1000，我们就自动加码500，好，你买1000可以获得1500块的一个产品，好，那这个就是。劳动部也用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庇护工厂，所以今天阿春部长也带了5倍券要来采购，用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庇护工厂哈。好，那我最后呢，祝福我们喜憨儿哈，合发庇护工厂能够生意兴隆，那也祝福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阿春部长，谢谢你，谢谢。陈启曼赖赖市长也到台前来跟我们。董事长、康大哥还有阿春部长，我们议会包括我们许宣议员啊、施春议员啊、蔡昌达副议长啊、林代华啊、委员的啊、服务处郭主任，还有我们啊、王天华议员的啊、我们服务处主任啊，那另外啊、天母服务处的啊、谭副主任啊、各位啊、各位贵宾啊、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那真的对萧董事长非常的感佩哈，真的非常的伟大啊，化小爱为大爱啊。刚刚啊，其实注意听他在致辞的时候哈，他不是这个侃侃而谈哈，充满抱怨不是啊，是满心的欢喜啊。那眼睛闪闪发光，好，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哈，我真的内心非常的感动，好，那这个是高雄第四家啊，也是工业区里面第一家，好，那荷花工业区是我们高雄联络位置的工业区，好，是最新的，而且是环境非常好，好。秉凌的大企业啊，像台积是全球在这个 PCB 啊，这个印刷电路板，还有在很多的电子组件啊，这个是我们的科技大厂啊，所以我们的喜安的庇护工厂这一家也是跟我们科技大厂啊是
以邻当邻居，这个代表说我们不仅我们萧董事长对于我们很多的喜爱的很多的好朋友的重视把它放在心那也让我想起我们今天在昨天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那个铁小奥运的桌球铜牌，他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裁判竟然跟他讲说你这个残障你应该去参加残障的，不是来这里我听了真的是很难过也很气愤但是我想萧董事长能够把我们的我们的喜爱的小朋友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更重要的是平等的来对待真的这个是真的是全部讲的很对那所以刚刚讲的一件事情我听了一个感动，就是他村不管两个国家那这个等到了是到处的这个讲话有时候政治人物讲话话讲出去就收不回来好你看那个子谦跟世春也都在鼓掌那个朱金就是三年免费嘛，对不对？免租金嘛，我是高雄市的市长，听到说只有三年，我怎么这种话我怎么会听得下去？所以租金的部分我们我在这里承诺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十年，租金是用百分之百，好不好？市政府是习惯拿别人的来推我们自己的钱这个钱拿出部长我们一起来努力啦，我想这个是一个典范我们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基金会所有的好朋友，那么包括创办包括大家那么努力的这个关系那从我们在荷花工业区这里设立庇护工厂开始那我想也不会，我们也不是只有说租金方法而已该促销像我的办公室或者是在市政府里面各局处劳工局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的资源当然一定要办理这个也请消防局长放心所以今天是非常高兴能够来荷花工业区参与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开幕的典礼也代表着我相信所有的市民朋友对我们基金会大家共同的关怀所以带来满满的祝福加油生意兴隆发大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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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就是我们的开幕剪彩的一个仪式了那么等一下呢我会唱名到我们今天代表剪彩的贵宾那么请就我们剪彩的位置因为今天我们场地的关系所以我们请以下的贵宾呢来做代表首先呢去了右手边那请我们的许明春部长请往右手边就定位以及陈泰运分署长还有张慈宏经理请就右手边剪彩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请唱名道的贵宾就左手边的位置呢来就定位那么继续邀请就是我们的陈其迈市长请市长就位以及苏国珍创办人还有周登春局长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新密组长请就位那么请以上呢几位贵宾呢代表来做我们剪彩的仪式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上手套以及剪刀好我们请议员啊我们议员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的剪彩区来就位好那么我们请议员呢就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剪彩谢谢邱先生好那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来宾莅临我们的
开幕记者会啊，我们的剪彩仪式也谢谢各位的共同来做见证，所以好 ，OK， 来，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再靠近一点哈？好，一起共同来参与。我们先手持彩带做预备剪彩的姿势，先看前方镜头，好不好？我们先手持彩带，各位一起手持彩带，然后看前方的镜头。好，我们先手持彩带。好，先拍照哈。前面的请蹲低好吗？好，我们前面的摄影师，不好意思，因为后方也有摄影师要拍哈。来，我们前面的先拍好不好？来，前面可以拍。摄影师 OK 吗？来，前面的摄影师先拍。好，口罩可以拿下来吗？市长可以。好，那我们请贵宾先把口罩拿下来，谢谢。口罩先放到袋子里，口袋里面嘛，我们等候大家一下。好，那我们先让前面的媒体先拍，然后等一下让后方媒体补拍，好不好？来，前方媒体朋友们先拍第一张，预备剪彩姿势。好 ，OK 吗？好，那我们前方媒体朋友是不是可以稍微蹲低一点，我们让后方媒体朋友们也拍一下，好不好？来，先看后方，再看后方媒体。好，后方媒体 OK 吗？来，接下来我倒数五秒之后，我们就要正式来剪彩哦。那请媒体朋友们准备，也请各位台上的贵宾在剪彩的时候不要忘记眼睛也要看前方哦。来，准备，五、四、三、二、一，请用剪。喜爱的儿童芭比舞工厂正式开幕，各位请给我们掌声鼓励。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收回手套及剪刀，然后把它撤回红楼。然后还有大合照，我们有合照的画面哦。我们第一个合照，先让台上的几位贵宾先合照。第二个合照，我们邀请我们前后吗？后方的记者朋友们，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好，那请大家再靠近一点点，谢谢。好，来，我们统一。好，你先看前方的媒体好了，先看前方的媒体。好，来，那么我们接下来我讲谁让了？好，我们孩子可以落地，谢谢。OK， 好，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后方的媒体哦，我讲喜憨儿和发庇护工厂来画赞哦，喜憨儿和发庇护工厂赞。好，接下来我们请所有贵宾到台前来，好不好？我们刚唱名到谁？工厂赞。有没有媒体朋友要补充画面的？大家有拍到吗？都有。好，我们请所有贵宾先回座，我们收回手举牌，谢谢。戴上围裙，好。来，戴上围裙之后，那我们看到呢，我们桌前有喜憨儿吉祥物，就是我们的圆形的饼干，有糖霜巧克力酱哈。然后戴好围裙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创作哦。那媒体朋友们可以就近拍，没有关系哈。来，那好，所以我们的庇护老师在哪里？庇护 老师要随机指导，是不是？好，来，那现在开始可以动手做了哈。好，首先看到我们的糖霜，还有巧克力酱。我们要体验憨儿的工作内容就是彩绘饼干。我们可以在衣服上画扣子也好，画领结也好，你要给它装饰什么，大家发挥创意，然后或者是写字，写字也可以。所以大家呢就来进行一个画画。那我们的憨儿呢，一个是我们的小雅是哪一位？哦，是你，哎，好，来继续，没关系。小雅她在工厂的时候比较安静，刚开始跟她讲话不太回应，可是熟悉环境之后，她就会跟主动跟救护员聊天，而且她很认真哦，很细心。然后另外一个是小圆哈，在市长旁边的是小圆，她个性比较活泼，然后上班第一天她就会主动跟现场的师傅打招呼哦。所以呢，大家呢跟他讲话，他都能够迅速的回应，不懂的他也会主动提问哦。而且呢，他说哪里没有洗到，他迅速的就会把它洗干净哦。所以我们小雅跟小圆在我们的工厂里面呢，都学习的非常好。那现在呢，就是让我们部长、市长还有董事长也体验一下，我们憨儿呢在创作我们圆形饼干哦这种过程，大家体验一下。画好了吗？
好，来，我们老师呢也给大家做指导，部长 OK 了吗 ？OK， 完成。然后市长的 OK 了吗？也 OK 了哈。哇，董事长的也完成了，那小雅跟小圆都 OK 了。哦，有写 love， 有写 care。市长跟我们他们还蛮有默契，画一个大爱心，同时也签上高雄。哇，各位有没有看到？市长用唐装写字还蛮厉害的，很厉害。各位，我们台上给各位掌声一下。哦，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拿起我们的创作的作品给大家拍照。好，那我不要挡到大家的画面，好，来，我们示范一下怎么拿。好。OK， 对，哦，来来来来来，好，这样拍得到吗 ？OK 吗？来，我先引导一下画面好了，好，不好意思，先看正中央的镜头，来，给正中央一个正面哈，来，先看正中央的，都拍到吗？然后因为右手边的媒体很多，来，接下来看右手边，大家转过来，转过来，看右手边的媒体，谢谢，好。拍到了吗 ？OK， 然后左手边吗？左手边要吗？这边这边给我们一个正面来，各位市长，我们的左手边这里，好，好，中间还要再一次吗？来，中间的画面再一次哦，来看中间，右手边还要吗？右手边还要再一次，好，来市长，我们还有部长，我们看右手边，右手边的媒体要再拍一次，好，这样拍得到吗 ？OK， 谢谢。然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拿着，因为我们工作人员要先把桌子先移走，我们要有，来，先拿着，先拿着 ，OK， 好，来。统一先看正中央的镜头，正中央的镜头哦。OK， 三二一，还好。来，接下来看右手边，来，我们这边的镜头，来，部长你可以站出来一点，然后让大家拍到这边，好。
对，那个总经理来看的时候，给他稍微交代一下，这样。那时候是我们的憨鹅，一颗一颗这样子，到我们的江口来进。这些是业务性的。